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千万年都抵不上在极乐世界修一天。啊，我们要想修真正的大福大慧，在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可不能够轻易放过。啊，以前不知道，那情有可原，现在知道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幕后一句说，二乘所能测的。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，这小乘。啊，他们对于这些菩萨啊，与会的这些大菩萨，他们的智慧福德，二乘人无法去测量。啊，到底有多大？他们不知道。经文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些大师们自立的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向下经文呢，这是利他。你看，自立而后才能利他，自己没有得到，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我们把这一段经文，这是一大段，一大段里面有很多小段，我们念的时候都带出来啊。这是利他啊，利他德，一共有六段啊。第一段，妙行现实啊，经文得佛辩才，住普贤行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住所有法。到这是一段啊，这一段是妙心现实。下面第二段，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。这是第二段，作不勤之有。下面第三段，护佛种性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时不缺。底下是第四段，悲眼嫉妒心大悲，名有情，言慈辩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真即福祸，戒度彼岸。底下这一句，德慧其有啊，你看，德就是福德了，智慧也差不多跟佛相等了啊。这个其就是相等的意思。看，惜护诸佛无量功德，
智慧圣明不可思议。后面这一句是总结，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。这里话说真话说出来了，来参加法会的菩萨不止一万二千呢。一万二千是我们人间看到的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诸大菩萨无量无边的，从十方世界来了，通通都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演说《无量寿经》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大的活动。下面是黄念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首先经文里头啊，得佛辩才，诸普贤行，啊，辩才者。善巧宣说法义的才能啊，这是解释什么叫辩才啊。善，我们今天讲非常好，很巧妙啊，把佛法的义理呀，能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啊，让大家呢都能听懂，都能生起信心，这叫辩才啊，不是一般的辩才，佛的辩才